在生活中离不开水火衣食住行的这一个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为了达到演出的效果，就是让大家来主家一次和我的生活合伙。哎，那么现在烟花不用放了啊，节目还没完。先打理好帐篷嘛。现在呢，先欣赏一下烟火啊，它还在放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还在继续当中啊。